你在吃什么？你在吃什么 ？Qu'est-ce que tu es en train de manger？ Des crêpes. Des crêpes. Quel type de crêpes？ Aux légumes. Oui, c'est 韭菜盒子 en chinois. Fais voir. 韭菜盒子。Oui, 韭菜盒子。Fais voir. Tourne. Fais voir l'intérieur. Il y a une farce à l'intérieur. Oui. C'est bon ou pas ? Très bon. Tu donnes une note ? Combien ? 10 sur 10. 10 sur 10. Il y a quoi comme goût ? Très très bon. Oui, mais c'est quoi comme goût ? C'est un goût crêpe aux légumes. Ah bon ? Il y a des œufs dedans. Très très bon. 好吃吗? 好吃。给多少分? 10 sur 10. 10 sur 10. Bon. Bonne dégustation. Bonjour.Bonjour à tous, je suis Liliane. 大家好，我是 Liliane。那今天呢 ，Liliane 要教给大家我自己做的家庭版的韭菜盒子。因为我早上呢有去那个二手市场呢，就是 Marché aux Puces， 有看到有人卖韭菜，所以呢我就买了一把韭菜，就想要说做这个韭菜盒子。那这个韭菜呢，法语应该是 ciboulette chinoise。La ciboulette chinoise， 闻起来挺香，但是看起来这韭菜其实有一点点老，因为它已经开花了。这个是韭菜，这一把一欧。然后呢，准备了鸡蛋，然后就是面粉了，就是 farine de blé 啊 ，farine 就是面粉了 ，blé 小麦 ，de garon 的这个面粉，然后大概就是500克左右。看你们要自己做的量，反正我是做大概500克左右吧，就是凭心随便做的。大概先放这么多。然后呢，这个是温的水，就是一边倒温水一边搅拌了。可以开始上手了，就是油啊，揉。好，就是揉到就是这个面团就是表面光滑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面已经揉好了，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然后大概等让它醒面，大概45到1个小时吧，因为现在天气很热。我准备了4个鸡蛋，然后把它打碎。然后把蛋搅均匀。现在锅，这个平底锅已经有点热了，然后我加一点油，然后我们刚刚打好的鸡蛋会倒进去。然后就是一边搅着就好了，不让它变形。然后尽量把鸡蛋就是炒碎一点。好，我们这个鸡蛋就炒好了。好，我们刚刚洗的那个韭菜呢，沥干水分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来切啦。就是不用切的太细，但是也是碎一点比较好。韭菜切好之后呢，就倒进鸡蛋里面，接下来就放一点点香油，香油是 huile de sésame 香麻油，
放一点点就好了。放一点点盐，不用太多。韭菜鸡蛋馅已经准备好了，就闻起来很香哦。面团呢已经醒了，差不多40分钟，不到一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了。揉一揉，把这个气弄出去。放一点面粉。切一下这种差不多大小，好，这个面皮是擀的不错，算不错的，很蛮大，很圆，也不是很圆，就是很薄，就是蛮平均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鸡蛋馅，就是这个鸡蛋韭菜馅放进来。然后呢，可以放一边这样子吧。茶松风，拜拜。可以包过来。这个很漂亮耶，然后换个面，然后就摁，用手指摁一摁就好了，就让它压一压，还可以弄出漂亮的花纹，就是这样，这样就可以啦。好，这一盘呢已经做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去煎烤了。倒一些油，不用太多，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呢，尽量把这个油呢全部都摊在，就是每一个角落可以放进去。就像这样子。一边煎大概3-4分钟，到金黄就可以翻面了。好，我们先来看翻面，这边已经金黄，所以你可以换一面，换一面翻一下，现在已经开始有香气了。现在呢，已经煎到两面都金黄了，就可以，而且这边是有点硬硬的，就是脆的就可以了。你看两面都金黄了，就可以啦，可以吃啦。好，那我们做的韭菜盒子就已经做好啦，我们现在来试吃，要吃个大的吧，这样子。很香，而且外面这个是脆的，里面呢很香，但是我放非常少了盐，但还是蛮好吃的。好，谢谢你们收看这个做clap 熏袜子的这个视频，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哦，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然后呢 bon clap， salut à bientôt。剩下的面团和一点点的这个韭菜就做成这种饼了。好，这次大功告。